我现在做那个 absorber full 的，我就用这个 software。 OK， 你要记得这个 software 只能够用在 G1000 G2000 G3000 跟 G4000。 OK， 然后这边你就选 Asia， 然后 set， OK， 然后这边 absorber full 吗？ OK， 这个不要管它，你直接 set 它， OK， 啊，然后就完成了，就关掉它， OK， 然后这个 printer 你就 off 掉它。你看啊，通常这些机 absorber full 的话啦，你要怎样知道它是 absorber full 呢？通常它这个灯哦，它这个灯是吗？它会闪的，它会闪啊、应该是闪七下还是八下样子的。OK， 所以它的 absorber full 它有一个 code 叫做啊5B00 啊5B00啊，它的 code 是叫5B00。这个5B00呢，你如果你 install 那个 printer driver 是吗？你 test print 一张出来哦，你的电脑会出现这个 message 叫做5B00，所以5B00就是 absorber full。OK， 那么现在我开回去，啊，然后我放纸下去哦，啊，印一张出来给 customer 看就 OK 了啦，就可以收钱了。